哎，比较好看，然后其他的都不好看。真的、啊，其他实用就对了。哎、你看我来这里，这是这里是叫哪里呀、啊？那、啊、你本来就在这边做的呀？对啊，我在这边，或者是要冬天的时候，嗯、风不要那么大，嗯、我会在绿园道。那餐厅自己设计的吗？对啊，对啊，自己缝的、哦。自己缝的。对，我手工的。嗯，你看他是自己缝。你们有空可以来这边，这里在西屯路中科这里，这里是叫什么？中科市集。中科市集啊、哦。台湾之星的对面这边。我帮你出钱，是不是假发？然后这个是绑编发，他绑马尾会看到。我前面在这边做接发的，来看帮你先。哦，这边舒服，这边像东，就是台北有没有？嗯、很像天母那种感觉，因为我常去天母嘛、啊。哎、嗯、呀、啊，好厉害！他的因为天母就是两边可以啊。哎、嗯、呀，对，它的上面就写说小 L 小天母。哎呀、啊，这个没有这边没有，我常去台北天母嘛、啊。我常骑去台北。没有，在那边是去那边玩了、啊。哎、嗯、呀、啊，因为。那边我是都去采购衣服比较多，采购衣服，连他那边都是一些美国风、美式风格的衣服。哦，你的体格撑得起来。那边多外多人，我就喜欢去那边讲，都是一些外国人。喜欢心情好的。哎呀。对，你是有那个 feel， 他这个是有那种外卖的那个洋 feel。没有，就是客人也都是这样子，所以就越来越像。自己喜欢就好了，随心。哎呀，自在就好了。我骑这个想说要变瘦一点，可是应该很难。我是要练骑帅的。结实啊，你很结实啊，结实就没有骑帅不错啊，哎呀。结实就非常难，就是你套在这手，你刚刚在手抓的，然后把辫拉的辫子掉。来这边逛一下，看这边很好玩哦。你们有空也可以来这边逛逛啊，这边很卖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，啊，都是自己做的。这边逛起来蛮舒服，而且不会像夜市那样空气不好。我以前也是摆地摊起来的，很多人知道吧？没买没关系。啊？我在这里三年了。有吗？他在这里三年了。这边已经开一段时间，你们有空可以来这边参观一下。月亮咬一口，这边这是一个小市集这样子。4:20很多呢。看，我要骑的满身汗。等下我要骑去中大路那边，骑去，再骑去清泉岗。可以试试看看。这个是用聚风布打下去，果干。自己喝而已。哦，你自己喝，我想说你要送。
趁学妹在忙，我来这边逛一下，这是应该是微笑的。这一双算我喜欢的一双。哦，要破死！这是复古篮球鞋，平常休闲的话就很好搭配的。蓝白红，这个是要买一件来穿，可是我又不会热。请你付好牛奶五千四千六百，欢迎来电选购哦。好，五千折六百。请你付好牛奶五千四千六百，欢迎来电选购哦。你是在卖什么啊？蛋糕。他是在卖蛋糕，你们有空也可以来这边跟他买蛋糕。你们招牌是什么？我们是小粉 ，Yummy。Yummy。Yummy 日式脆皮鸡蛋糕。他卖最多人来买的是哪一种？最多人买啊、哦。哎，其实都有嘞。啊，你看他这边有卖这样子的鸡蛋糕，你们有来这边可以来跟他消费一下，他应该做很久了。哎呀，你看他。啊、他做六年了，这是一个老店了、哦。哎，谢谢。你们有空要来这边跟他来买一下哈。这里是中科市集，在西屯路旁边而已。这边就是这样，蛮舒服的。其实我也可以来这边开店。看很热闹，把这边坐起来蛮舒服的，跟我的 view 很接近。我来坐一下好了。那是我学妹，她你看她在帮客人用的哦。你们如果说对这种，就是叫杂便，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这边找她。她做一段时间，他而且他很有自己的创意，可以帮客人做很多造型。他是我静宜大学的学妹，但是差很多届的，所以他看起来是年轻的。然后我的车暂时放在他隔壁。这里是中科手作市集。
我是不是也来这边租一个传统的地方，但是我店很棒，对吧？看它这样用起来很好看，看很快就好了。就你看，这样就有一个新的造型在这边。哎，贺学长，哎，你好。他对这个很有一套自己的想法，比较不会做太一般的，哎，太一般的他不太想做。编发100块而已。然后他也有粉丝团哦。他叫你的店名叫科勒 Color Color Bus Color Bus 彩色巴士彩色巴士在这啊，哦，明天在这，我们一定要来照一下，这是我学妹的店，他叫彩色巴士，然后他也有 FB 啊，你们可以上去看看。看我现场就看到他帮人家弄了一个特别的，还可以做很多种造型。看他就一个就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造型起来。这个东西就是我自己创作的，而且台湾没有其他的。他比较有自己的想法，他不喜欢做跟人家一样的，我们都这样子了。真的不好看。哦，可以绑公主头。公主头的话，就是也是老下来的要帮忙看哦。好，去看看。要是这里有，我再写回来。这条350。好喝啊。他这边就可以帮你现场做造型哦。因为他对造型也很有一套想法，你看看他都知道，他就是也是对造型比较有自己风格的人。你看他这种，这应该是接在马尾上面。学妹她是在中科西屯路这边，中科药局或台湾之星的对面这边，前面这条是西屯路，一起过去就可以到逢甲了哈。然后等一下我往上会接到东大路，然后从东大路再右转骑环河自行车道，然后骑到那个哪里啊，那个清泉岗，我要骑接亚坛神自行车道，亚坛神绿园道了，讲错了。好，我该来出发了，下次见了哈。然后他是在桃花园户外用品店的前面这里，然后我好像也有一个朋友住在那一栋里面，我一个乔光的学妹，然后住在那一栋里面的样子。你看他们都 OK， 稍布置一下是一个不错的地方。好，我要来走了哈。